甲周董约的时间就要到啊，那会开始落。我先停伫个路边，穿好衫好。我叫你莫去夹包，你唔捌听我的话，是你逼我离开的。为滴哦，咱哥哥弟嘛真久啊，应该啊，甲代志讲好清楚。安尼哦，我就我多也放一个交代。叫救护车！彤彤，彤彤会清醒啦！阿姊嘛感觉安怎？头过戆无？爸，就是没有。发生意外啦，是便衣通知我过来。阿爸，那安尼，我的囡仔有要紧无？你的囡仔无去啊？啥？这个囡仔跟你无缘分啊！但艰苦，即摆心脏身体调养好势，囡仔后摆阁有啊。啊，不过我身体本来就无好，若是想要阁有心，敢有遐尼简单？我是因为有这个囡仔才会当嫁予建明的。我即摆这个囡仔煞无啊。这是一个意外，吼、哦！假使建明若是为着你囡仔不为这件代志对你有意见，安尼我绝对袂原谅伊。那安尼，阮大家看咧，因本来就足讨厌我的，即摆囡仔无啊，伊一定想办法害我离开建明。我袂。我你唔通激动，吼、哦，唔通激动。建明的爸爸妈妈是故意啦，袂安尼啦。先后摆你甲建明。赶快顾囡啊！哦，下一趟报警。啊，我想起来啊，是王亚芳把我弄的，伊走起来对不？我要叫警察给抓，我要把伊告好死，我绝对袂原谅伊竟然害死我囡啊！亚芳无走，而且是伊打电话叫救护车送你来病院的。现在还在警察局在作弊了，像教育所说的，是因为蒋明月开车要把他弄，他为了要想拼，把他弄到你。时间还有地点找出来了后，刷下来，我就会让王亚芳永远都无法再回去。处理王亚芳的事情，我自己来就好，这样我才会当出去，我才会当不甘愿。敢讲我这么衰，拄好去拄到蒋明月要对王亚芳动手的时阵。那是照蒋明月所讲的，伊是因为落大雨，所以看无头前。不过这阁有真侪疑点，我绝对调查清楚。开除甲我弄到的人是王亚芳，我不管蒋明月安怎，就是王亚芳甲我弄害死我的囡仔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